日前，委内瑞拉为期六天的史上最大军演正式结束。虽然这场演习展示了军方对于马杜罗的支持度，但委内瑞拉当前面对的国内外形势却并未有任何缓解。马杜罗总统在军演结束后的讲话中就要求军方要立即制定调整军队边境部署的特别计划，同时还强调军方要重点加强西部安第斯以及与哥伦比亚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从这一情况看，马杜罗也明显是在回应近期有关人道物资进入委内瑞拉的争议，因为在此前自行接任临时总统的瓜伊多就曾明确表示会在其就任满一个月之际让国际救援物资进入委内瑞拉境内，而这一时间节点距当前也仅剩一个星期。瓜伊多在发表这种看法时还称，届时他会直接向委内瑞拉军队下达命令。不过对于其中的细节，瓜伊多则未明确进行说明。另外，瓜伊多还表示，近日反对派还会组织史上最大的示威游行，来逼迫马杜罗下台。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委内瑞拉问题特使埃布拉姆斯之前否认了美准备对未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但古巴方面却报道称，美国已将特种部队秘密派遣至委内瑞拉周边地区。因此，在美国仍力挺瓜伊多的情况下，瓜伊多就国际救援物资进入委内瑞拉的表态，在某种意义上也极像是美国和他在对马杜罗下达最后通牒。毕竟这些当前被美军阻挡在边境的物资大部分都来自于美国。另外，日前美华尔街日报还披露称，在瓜伊多1月23日自行宣布接任临时总统的前一天，美方就已表示会对其进行强力支持。报道还援引一名美高级官员的话称，按美方当时的估计，这场政变行动在24个小时内就能完成。只不过以目前的情况看，委内瑞拉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状况。而这种拖延是否意味着瓜伊多会在近期进行更大的行动来取得突破，这或许也是攸关委内瑞拉走向的最大悬念之一。当然，就马杜罗总统而言，当前最大的资本也仍是效忠于他的超30万个委内瑞拉武装力量，而这些刚经过军演的武装力量还是可以随时进入最高战备状态的。因此也可以说，只要马杜罗当局内部不出现叛乱，委内瑞拉军队的威慑力仍是不容小觑的。